6月3日晚，朱丹晒出和老公周一围出游的合影，并调皮写道：我是不是该阻止身边这位继续装嫩了？照片中，朱丹戴着太阳帽和老公一同坐着观光车，吐舌挤眼，俏皮卖萌，幸福全写在脸上。周一围手拿相机自拍，瞪着大大的眼睛耍帅，夫妻俩十分的恩爱。而最抢眼的是两人的情侣装，满屏狗粮。此微博曝光后，网友纷纷围观并留言称：我的妈呀，这是真的甜，请一直幸福下去。今天啥节呀，如此撒狗粮，别阻止周森啊，应该和他同流合污。今晚发这条就不只是在秀恩爱，而是在秀衣服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